今日咧，温之聯搞嘅5月27日就係反對共產黨滲透同埋威脅。咁咧就呢個行動咧就係由2點鐘開始，由呢個公園行去茶鬥啊，我叫茶鬥嗰度。咁咧就而家咧我就同阿 Lucy 咧就係錄影啦。就希望呢個活動能夠俾多啲人睇到啦，係。咁今日咧就都有義工啦，同埋咧有啲警察啦，我俾你睇睇先嚇，等一陣啦。咁喺呢邊有啲警察啦，咁又唔會香港咁成日打下我哋啦，咁樣咯。呢度亦都有啲義工啦。因為咧有啲唔能夠上鏡嘅，咁所以咧我就係遠啲咯，係啊咁樣。咁呢邊咧仲有啦，有邊個咧？咁啊，冇企遠啲，因為有啲人係講咗係唔可以影啦嚇，咁樣啦，係啦，咁樣。咁我哋而家係等緊多啲人，等緊有啲人係嚟緊嘅，同埋咧你睇嗰啲旗咧係領住光復香港嘅時代革命啊咁樣啦。温之聯係搞咗27日、28日，聽日會去民主女神像嗰度獻花嘅，咁我都會去嘅，咁咯，係啦，呢度咧就係呢度嘅各位議員啦、張啲關啊咁樣。咁我正話咧，有幸同佢影咗張相啦，嚇！咁我就會沿途就直播，我再睇下有啲標語嘅。哇！呢啲旗幟好靚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加拿大旗啦，有香港旗啦，咁樣。係啊，阿老我啦。埋訪問啊，達成啦！就係我哋加拿大多元文化、多元族裔嘅，所以喺中國嘅迫害之下咧，有好多族裔咧都會出嚟咧，同我哋一陣線咧反對呢啲極權嘅政權嘅。咁所以新疆維吾爾族甚至乎其他嘅少數族裔咧，都係支持我哋嘅。咁我唔阻你做嘢啦，即係你搞手，你今日都好多嘢做噶啦。多謝曬總裁啊！多謝曬，多謝曬啊 ！OK， 香港朋友，多謝你啊！嗱，呢班咧就係温哥華嘅旗佬啊，忠實奉有抗爭啊！我而家係嚟鬧打。打邊位咧？就係打邊個？No infiltration and no invitation。共產啱啦，冇錯啦，係啦，加油啦！可唔可以拍到你個樣啊？可以啊！我叫為光明女郎。嗨，今日嚟做咩啊？今日我係嚟悼念六四嘅遊行嘅。咁六四呢樣嘢都好緊要。好，加油啊！係啊。喂 ，Hello， 加油！喂，型喎、啊，香港人啊，嗱，拍得啦嘛，我記得你話，睇下先。參加呢個行動有咩諗法啊？有咩想講啊？好想講嘢，好怕講嘢。唔緊要，你話咧，我哋係要消滅共產黨。我哋消滅共產黨。係，冇錯。打倒共產黨。啱，呢個已經緊要啦。今日嚟咧參與呢個咧反滲透、反迫害嘅咧，仲有台灣嘅人啦，咁樣咯。多謝參與民主行嘅朋友。民主行。我哋可唔可以？我哋而家試下叫下啲口號好唔好？好。無望六四。無望六四。鐵拔捨棄。鐵拔捨棄。光復香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放下面嗰句好唔好 ？Jeffy 有冇嘢講啊？大家好。係好。建議係
啊，对不起，我的粤语还是说的不是很好。没问题。OK， 今天是5月27号，2023年的5月27号，那我们加拿大中华民国青年会还是如同去年一样，参加今年的64的纪念活动。打倒共产党！我们一样是站在希望，打倒共产党！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同胞都能够享受到自由民主。对，好，这样，谢谢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打倒！打倒 CCP！ 打倒 CCP！ Release political personnel！ Release political prisoners！參與，非常多謝各位今日可以出席今次這個民主行來紀念曾經在天安門為這個民主運動犧牲的朋友，同埋2019年因為反送中被迫害的朋友，再加上2019年同埋2021年中國共產黨嚟滲透加拿大的選舉，同埋不斷在溫哥華、多倫多同滿地可裏面有這些所謂的海外的警察的駐紮，在警部駐紮，在這裡我們一定要抗議這個共產黨來這個反滲透、反迫害我們在這裡的加拿大香港人。多謝各位。